刚刚收到了小鱼寄给我的糕点，好可爱的包装啊！哇，里面好多东西。这个好像是咖啡吧，挂耳咖啡。哎，对的。哦，这是小鱼家拍的照片呢。好美。麦片。好多小蛋糕，太喜欢了。好喜欢 In the We Trust 的鹅啊。刚刚收到了我们打样的文件夹，打样了三款，一款是红底，然后米白色花纹的，背面有 logo。第二款是这种米白底红色花纹的，第三款是这个烫金的，哇，好富贵的感觉。我个人好像还是更喜欢这两款，比较简洁高级的感觉。一直想做文件夹，每次装文件的时候都没有地方收纳，这次终于做出自己的文件夹了。工厂应该要过年后才上班，所以还有时间再调整一下。我最近在用的一本新的本子，主要用于一些收集的素材的拼贴，风格还挺不同的，主要看当天的心情和收集到素材的风格吧。特别解压，有时候刷刷剧的时候，随手做下拼贴，感觉特别轻松。里面还有挺多贴纸的。
陛下那里，请您稍等片刻。舅舅也没说什么。哎呀，敢呕吐不平，没有硬圈。算了，就这样吧，也挺好看的。即使紫檀无心称帝，可皇帝却有意为之。这个平盘子可以，这一把把小勺子小叉子好可爱哦。哎，你这杯好好看哦！对，我刚刚就看到那个上面一个图片，拍那个，在还没拍的时候，太惨了。横切面应该还可以。哦，另一个要掉了，没了。你是刚起床没吃饭吗？然后不要这样说嘛。还不允许揭发真相的。我不是这样子，大家听我说。Help me. 哎 ，C 蹦 C 蹦，爸爸比鲁巴，爸爸比鲁巴，爸爸比鲁巴 ，C 蹦 C 蹦，爸爸。好小哦！
se balade main dans la main. Je me suis levé le cœur battant et suis allé te retrouver. Tu es le plus beau des amoureux lorsque tu marches à mes côtés. Toi tu m'emmènes au supermarché, moi je rêve des Champs-Élysées. Paris est le fruit des gens heureux, sans pépins sucrés et moelleux, comme ces petites chansons que tu chantes le long de nos promenades sans prétention. C'est si bon d'aller se balader, c'est si bon de se regarder. Mais pourquoi donc aller travailler? Paris est si ensoleillé.我在画这个月的壁纸，是前两天在路上遇到的那个月亮的装置，觉得特别浪漫，所以准备画下来当这个月的壁纸。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欢。这两天收到了满满当当好多新年礼物，先来拆一下。这包大嘟嘟是小鹅寄给我的，可爱的 Jobo， 它是个暖手插，超可爱，特别适合春节窝在家里的时候，躺在沙发上暖手用。这里还有一包啊，是这个头巾，哎，反了，他还送了我一幅年画，我还没拆开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哇哦，哇，好多啊。这边桃花，安康，好多祝福的小对联，发。这张是可以一张张撕下的贴纸，可爱耶，好适合新年贴在各种地方，喜欢。然后是 Blue Hole 送给我的福袋，里面还有这个杯子。先拆这个福袋，啊，这张小卡片，这里是两双很适合新年穿的袜子，红色和米白色的。我还蛮喜欢 Blue Hose 的袜子，哎，今天穿的就是，给大家看看。今天穿的是这双黄白格纹的，最近好喜欢这双，特别明亮的感觉。回到福袋，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绿的收纳包，绿草地上的胡萝卜的感觉，特别可爱。然后是我最期待的杯子。质感感觉不错，它是这种红色的文字 logo， 然后这个侧面有点弧形的，感觉新年送礼特别好，红色的文字，然后很简洁高级的感觉。然后这里有两份艾米寄给我的布制品，红白棉绳的包装看着特别亲切。哇，好美啊，我太喜欢街川明这个黄色灵骨纹了，好精致，做成小包也太可爱了吧，好喜欢。这个是一个小桌布好像，啊，是这种小蝴蝶的花纹，也很可爱，喜欢。这个应该是 Jessie 送给我的，我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打开看一下。是一大盒他烘焙的糕点，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有收到 Jessie 送给我的他自己烘焙的面包，今年有墨西哥面包、羊角包，还有马德琳。哇，每年收到这样的礼物好暖心啊。最后一份来自永璞的新年礼盒，好重的一份，这张卡片，哇，贴心，这明信片的质感好棒啊，
快拆一下礼盒。哇哦，还是立体的呢，好威风的时端正啊。哇，都是红色的包装。这是那个新品白桃乌龙啊，还有我爱的无糖红茶。这里无糖咖啡，还有榛子的那个味道，好多啊。这是新年那个红色的杯子，好像啊，可爱，好看。是端正的徽章，太威风了。谢谢大家的礼物，真的都好喜欢。春节快乐啊，大家！